My name is Lee Biwa. And my Yishun residents affectionately call me Ahui.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this evening. First, let me say a few words in Malay. Saya telah berkhidmat di sini selama 10 tahun. Saya sentiasa bekerja keras untuk meningkatkan infrastruktur, lebih banyak laluan berbumbung, lebih banyak bas dan lebih banyak pusat jagaan kanak-kanak. Saya pertimbangkan dan usahakan setiap rayuan anda. Saya mula memberikan beras di sesi bertemu penduduk, berseri pendidikan untuk anak-anak daripada keluarga berpendapatan rendah. Saya faham kerana saya juga dari keluarga yang miskin. Anda telah melayan saya dengan mesra dan menyokong saya selama ini. Dan kini, jika anda memberikan saya peluang sekali lagi, saya akan lakukan yang terbaik untuk anda. Terima kasih. Now, let me switch to Channel 8. 谢谢大家今晚的到来。你们有一些是来支持我，有一些则还在考虑。那么那一些还在考虑的，我请你们回答三个问题。第一， 哪一个政府能让你们在国际上真实的呢？第二，谁能在国会讲出你的心声？ 改善你的生活环境。第一个问题，我不需要多讲了。我们2011年已经失去了杨荣文总将，我们可以再失去一个很能干的外交部长吗？ 现在哦，大家出国，人家问你从哪里来，啊，你会很骄傲的说我是新加坡人。假如我们的政府老鸭的话，人家问你你是从哪一个国来的，我想你会头低低。 碎碎心爱讲啊！第二个问题是，谁能在国会讲出你的心声？工人党讲，他们要在国会为你们讲话，所以呢，上一次阿朱尼的居民就把他们送入了国会。 你们知道，从2011年到现在，谁是在国会上发问最多的国会议员吗？不是工人党的任何一个国会议员哦，拍谁拍谁，是一。
顺的阿花。 而且呢，我不是讲讲而已哦，我的很多意见都已经成为全国的政策。 走道，国防部讲那边是他们土地，居民不可以去那边走，所以不可以建走道。我就想一想，要怎样的去建那走道？那条河是属于 BUB 的，我就叫 BUB， 你建一条走道就叫做 BUB Maintenance Service Park， 我的居民就该走了咯。 你们都知道，我在国会里，无论是哪一个部长，如果有机会为居民请命，如果有机会为居民争取福利，我一定毫不犹豫地给球。 有哪一样真正的改变了你们的生活？他们讲外来人口不能够增加，那么又讲他们欢迎真正的外来人才。我很仔细的听，不过他们到底在讲什么，我还是了不及啊。 其实呢，他们是在挖空挖火，一直改变立场来讨好选民。没有外来人口，我们的小生意要怎么生存呢？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我问你们，他们是有效的反对党吗？ 他们也讲，他们爱新加坡，讲他们是负责任的反对党。不过前几天，他们在益顺的群众大会，有一个演讲者林一平，讲李光耀骗人，本来讲要退休，却到死都不放手。 怎么可以侮辱我们心爱的建国总理呢？我问你们，他们爱国不爱国？他们是爱国的反对党吗？同样的群众大会。
原彦松讲他们不会做人身攻击，不过林一平却骂我们的沙龙哥部长是狗。 叫做 Shani 的人，那你知道他怎么了？没有多久，他退出工人党。为什么？因为他不赞成工人党派一群新的候选人来挑战我们，他要劳教来。阿强。 阿莲继续哭在阿鲁尼亚，因此他不干了。哇，这次他一不干呢，阿莲挺头痛的哦。杨东西不肯多了扯狼哦，他就换了一个叫古密信的人来。哎呦，你们知道谁是古密信吗？ 不知道啊，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的。古密信上一次呢，也在工人党，因为工人党说不需要他参选，所以呢，他就跳出工人党。哎呦，你看意思就是讲哦。 工人党啊，本来啊也是家己无 standard 的啦，现在却派他来这边，为什么呢？因为选你退出，伊无人了咯，啊无和谐也好啦。安尼啊，工人党是毋是真看袂起咱咱宜顺的人啊？ 宜顺的朋友们，这些年来，我都很用心的聆听居民的心声。我在宜顺南所做的一切，
大家有目共睹，有很多计划。我还为你们争取到小贩中心和大型的托儿所。这些是新的计划，我要确保这些项目如期完成。除此之外，我也要争取义顺的小贩中心由义顺的居民来经营，让居民有工作，也有价廉物美的三餐。 Springleaf 居民要过马路去 Lendor Avenue 的 bus stop， 需要走桥下。我自己去看过，我自己去走过。他们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吗？我要争取卡迪地铁站周围。 有更多有盖走廊，他们知道哪些地方需要有盖走廊吗？不要看到大牌858到卡迪地铁站没有有盖走廊，就要拿来讲吼。其实呢，我阿辉已经争取到了。 我们会建一条很长的有盖走廊，连接大牌858，经过油站，经过 NDC， 一直到卡迪地铁站，快要动工了，明年终于应该能够完成。 不要讲那些新人没有计划，连他们的阿桃刘成强来义顺的时候接受访问，记者问他：“你对义顺有什么计划？”他讲：“现在没有计划，如果当选，他才有计划。” 没有计划的工人党吗？总而言之，无论在国会里，或是在国会外，我肯定我阿辉行动。